大家好，我是塔县古丽。在您游览红旗拉夫国门时，为了确保您拥有安全、顺畅、愉快的体验，我们将进行必要的人员分流。请您留意现场的指示标识和工作人员的引导，有序前往相应的区域。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，愿您留下美好回忆。